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。今天继续《汪达与巨象》的第五集吧，有点忘记了，科。好，我们的女人呢，依旧躺在这边睡觉，啊，都不会感冒的，也都不会感觉到冷，啊，其实也还好啊，啊，外面出个大太阳，好像也还好。哦，我最近这个我们这边呢，北部我疯狂的下雨，我还真希望可以像现在这个样子出个大太阳，该有多好啊！哦，已经下了差不多已经一两个礼拜、三四个礼拜有了吧，一个月有了吧，太扯了！啊，真希望过年前呢，希望能够好天气啊！哦，然后祝大家荷包满满，好不好？哦，啊，不要问老头有没有红包了啦，老头不可能会有的啦，你放心啦，好吧？好啦，那废话不多说哈，今天呢，哦，等一下，我觉得这样好幼稚哦，我好像小屁孩在那边玩一匹马，怎样？啊？调皮是不是？啊，动马团体都要出来了，好啦，今天依旧是赶快把我们巨象找出来打一打吧，好不好？怎么感觉好像在例行公事的感觉啊？没办法，这游戏就是这个样子啊！啊，为什么老头会拍呢？其实我也是玩个情怀啊！啊，就是觉得说哇，终于出重制版了，好好玩个情怀先吧！啊，就有一种回忆在啊，就好比说啊，最近《仙境传说》要出起源版本，当初看到起源版本我还觉得超酷的，哎。感觉好像是新玩法，结果并不是新玩法，他只是把原本的旧版本拿出来挪用，配上现在新的一些版本，就是有点类似，移除新版本有的东西，保留以前的二转，啊，然后呢，其他的版本好像就是稍微掺杂在里面，就感觉是新的起源，应该不会讲哎，反正就是以他虽然说是起源版本最初版，但是。啊，并不是真的最初版就对了啦。哦，因为我本来想玩，后来没时间玩，啊，算了。哦，你们应该也不会想听《仙境传说》这件事情吧？算了，那我就不讲了。啊，感觉你们没有兴趣的样子，我就不说了。哼。啊，你们看影片最有兴趣了，听老头讲干话，哎，不是，听老头讲废话最没兴趣了。啊，每次开直播的时候。我都还没有把我想讲的话讲完，就一堆聊天室在那边打，快点！哎呦，我的马跳起来了！哦，这边喊快点啊，是要快什么啦？是怎样？啊，少一秒玩游戏，你们会暴毙吗？啊，但是认真听我讲完事情很难吗？啊，怎么感觉现在开这个游戏在变抱怨台了？啊，边跑边聊天抱怨台有没有？哦，我们今天找的这个巨象是什么？其实我也忘记了，我没有注意看那个多尔敏所讲的那个提示是什么。总而言之呢，跟着我们的光剑走就对了，好不好？啊，然后呢，各位过年领的红包呢，啊，祝大家不要被妈妈拿去当成以后的压岁钱啊！不是妈妈都会这样讲吗？哎呦，这是哪里啊？哇，好恐怖的感觉哦！好恐怖的感觉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先过来再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会有蒸汽啊？现在这边是温泉吗？百草蒸汽浴。哎呦，这里好阴森哦。哎呦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哦 ，Oh my god， 巨大家伙出去，哦，这个是。哎呀，蜘蛛精还是寄居蟹？哎，它只有四只脚。Oh my god！ 哎，等一下，开始会攻击了。哇哩嘞！那我要怎么上去啊？打了脚，哎，不行，我会先被踩死。我觉得我会先被踩死。Oh my god！ 还是站在他的尾巴上面。哎，这是乌龟啊！这个是乌龟啊！
哇，这么大一只乌龟，我这个尾巴看起来像大便哦、啊！哎、欸，干，我觉得会死掉，不行，真心觉得会死掉。哇塞，这个是要怎么上去啊？这个要怎么上去啊 ？Oh my god！ 骑马吗？有没有可能？敢被震一下直接扣血？阿古罗，要怎么上他这边的毛皮？ 我还蛮好奇的、欸，还是我们直接上他的尾巴、啊？有可能吗？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有可能哎、欸！哦，有成功吗？完了，感觉要被他甩下来了，我感觉要被他甩下来了，不对吧？哦，你尾巴想要压我？哎、欸，趁现在，趁现在，他现在地位很低。哦耶，成功了！ 哎呦，居然成功了！可是我要怎么爬重点？这样没用啊！这样子没用啊！<笑>不是吧？这样子不对啊！我没办法爬、啊。大地之力，连巨像都能震动。连啊，我知道了，那边不是有蒸汽吗？啊！ 把它引到蒸汽那里啦！我懂了，我懂了，你给我过来，赶快喷泉，快喷！我掉下来了，有了，成功，翻，快翻，快点侧翻啊！我说大哥，你怎么不侧翻？你到底干嘛啦？表演啊！完全没效果，我靠腰啊！ 哎、欸，那个符文在里面哦，我知道了，里面对不对？拿弓箭射啦！我会，我会，拿弓箭射啦！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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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然后这边一个，让他整个垮下来。他翻了，他翻了，就跟翻车一样啦！哇靠，你这个翻！ 阿古罗，快点！我们现在准备要大进攻了。阿古罗在那干嘛啦？跟大兵在玩是不是？翻的好啊！太帅了，太帅了！找一下符文，在哪里啊？我没看见符文的位置。 完蛋了，我还没找到符文啊！他就要翻起来了吗？不会吧！符文在哪里？符文在哪里啦？不要跟我讲说爬头上哦！难道说要爬他的背上？完了，他起来是吗？体力 OK， 体力 OK。 哦呦！我成功上来了，原来那只是个跳跳，就是这个平台。哦，我上来了，太酷啦！大乌龟哥哥，想一想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不别别别别别别别，哈哈，别，你别啊！阿龟，别啊，阿龟。 阿龟别，拜托！哇，非常的愤怒啊，这家伙有没有办法一次插到死啊？应该有办法一次插到死，我觉得。完了，我可是我快没体力了，要速战速决了，速战速决。 好像没有办法速战速决的样子啊！要不行啦，我觉得我要休息一下，我不然我被他甩下去。蹲走，蹲走，不叫不会掉下去，对不对？最后一集，呀，解决了，小嫩逼，阿龟挂了。
来吧，附身我吧，我也没什么好怨念的。第几个观众？第九个观众了。耶，增加一个新的订阅数了，有所成长，好开心哦！要爆了一尊石像，要爆了！哎呦，大爆射，喷装了，来。上帝，下一只巨象是谁呢？快点告诉我吧，我想知道。孤立沙丘，不见踪影之轨迹，怎么又是蛇？与有伴一道撼，摇撼大地。啊！这次的巨象居然有伴，一次打两次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没关系，再困难，为了我的老婆，那是我老婆吗？不知道。为了我的女人，我愿意。阿古罗，给我滚过来！啊，小废物，走吧，小废物。啊，奥古玛，我现在有观众有讲说，我记得有上一集。我上一集说你这个傲骨的家伙，有人就说干脆改名叫傲骨罗好了。嗯，不错不错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以后就叫你傲骨罗。傲骨罗，果然真的很傲骨啊！要你跳不跳的？完了，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这样子怎么走呢？它是比这里，那我们可以绕旁边过去吧。一样，又要经过我们的小桥啊，一座小桥，要从那个地方过去，非常好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我的进度还蛮快的嘛。那这个没有意外，下礼拜就完结啦、啊。下礼拜完结要拍什么啊？啊，弄一下方舟好了，好不好？不然我每次开台都在那边方舟的讲个不停，问个不停。哎呀，老样子啊，问的不会比较快啊，真的不会比较快，所以让我越来越产生厌恶感。这边，嗯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该不会又是哇地洞？奥古罗，你真的很讨人厌，你知道吗？那边你如果过不去，就不要勉强嘛，对不对？停下来，真的是。又有一个，说真的啦，这个设立到底是干嘛的？就单纯真的是给你拿来补血吗？对不对？这真的是只有单纯补血的用途吗？还是说重生点？我觉得不是重生点欸，因为我刚刚玩不是有死掉吗？我刚死掉的时候，直接就从头开始，在那个遇到巨象的那一瞬间。根本不算是要从重生点出来啊！如果那是重生点的话啦，我觉得不会是啊。算了，不管了，我真的不知道那是干嘛的。你说要给你拿来补血，感觉太牵强了。因为路上又没什么怪，你有什么好补血的？哎、欸，到了、欸，到了，到了，我觉得应该是这边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哇，这边好空旷哦。越空旷的地方就越诡异，你看出来了，应该是在沙子中的巨蟒。哇！蜈蚣吧，这是蜈蚣吧？不过不对啊，蜈蚣有脚，这没有脚。泥鳅。
欸，我觉得他的这个他这个样子跟那个好像哦。哦哦哦哦哦！什么 BGM 好，这 BGM 好刺激，好刺激哦！噔噔噔噔！我觉得他，我觉得他跟那上那一集我们在海里打的那一只好像哦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哇！哇！掉到里面就这样，哦，我知道他怎么打了，让他撞石头。你看我多聪明啊！这就是多年来的游戏经验啊！这我就不多说了。啊，我就等那个霸气从那边走过来。来啊！在哪里？我看到了，远远的这个地方就来一只了。来喽！来喽！躲！哇，他把他撞爆了！干，我死了，没有用，我死了。哎，我觉得我觉得这张脸看着我好恐怖哦，眼睛睁大大这样看着我，你想吓死谁啊？难道撞小的没用，那我们撞大的好不好？就这么说定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可以来撞大一点的嘛，好不好？你把小的撞掉了。那就我就给你更粗的，阿古罗过来，他去哪里了？哇，嘎嘎嘎嘎嘎，他来，他来了，过来过来过来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哇，要修啊！等他转个弯，等他转个弯，就是这里啦，这个小王八蛋，转弯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我告诉你。我怕你啊！的确，我是有点怕你，抱歉，我错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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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他会绕路哎！我的天哪，这家伙会绕路。如果我站在这沙子上面，他就没办法攻击我了。奇怪，不是用这种方式打吗？而是说他撞的柱子不是这一种，是前面那个柱子，还有分别吗？啊！他来啦！哎呀，果然会绕路哎，会绕路就没有用了。哎，我的马术掉下去了。阿古罗，你没事吧？哇，我的马掉下去了。啊，死定了，死定了，惨了，惨了，惨了。干，残了残了，在后面靠腰撞一下，快往生了啊！要求这怎么打啊？你那双脚终究无法逃离危险。完了，我就挖上马。那怎么办？他说我那双脚无法逃离危险。我靠！我靠！他干嘛？我骑马，他就开始越冲越快了。我干你老师哎！大哥别啊！大哥别啊！大哥别啊！干，这好恐怖哦！大哥别！大哥别！求你了，大哥！他刚是撞到什么东西之类的。要修啊！哦哦，引诱你去撞巨石。可恶！一直跟他绕圈圈就饱了。哇，飞扑了！对啊，你背部有什么用？我还是吃不到你啊！哇，超大只啊！不要追啦，干！阿古罗，加油啊！你没力气，我就死定了啊！我的性命交给你，阿古罗。
来，过来这里，过来这里。哎、欸，快跑啊，阿古罗，你白痴哦、喔！我干 ！Oh my god！ 阿古罗救命！阿古罗，跑快点啊，阿古罗！瞄准眼睛！干他妈早讲嘛！你不早点讲，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都已经跑了两三轮了，你才跟我讲。看啊，这个多尔明也蛮故意的嘛。好吧，我大概知道怎么打了。等他过来戳我，来哟，来戳我。最好是弄得到啦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样子跑，好，我熟悉过了，我大概知道怎么跑了，只是我的手会很卡而已，没关系。阿古罗，你快一点，你不要那么憋气。紧要关头，你还在那边慢慢来。紧要关头，这边慢慢来。我射到吗？哇哟喂啊！哥有射到吗？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的样子啊。跑去哪里了？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他闭眼睛了。哎呦，射到，有射到，射到眼睛了，他翻了没？他翻了没？哇，跑去撞！哦，刺箭在，他停顿在那里，靠北啊！镇静一点好不好？我要怎么上去啦？有了，我上来，我上来了。弱点在哪里？我没看见弱点啊！完了，来不及了。他醒来，他醒来了。弱点在哪？我没看见。没有啊！靠北，在这里。下去了。我的。下去啦！再一次啦！阿古罗，哦，我的马掉下去了，干！哎，我的马居然无敌，马无敌耶！厉害厉害厉害！有中奖，中奖，中奖！又了，又一次，又一次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去撞墙？有龙，如龙标不？这次居然没有，哎、欸，这次有。再来一次，最后一次要终结你了，小王八蛋！我来啦，小王八蛋！来见识一下我的厉害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！我靠，妖嘞！完蛋，完蛋了，他把我甩下来了。在哪里啦？可恶，可恶，可恶！撑住，撑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！一定很前面，一定在前面。我能感觉得到，我闻到符文的味道了，就在头上。撑住点，他快要醒来了，我们要赢下去，
再三下，再三下，完了完了，他快醒来了，再来，最后一下了，再见 ，Oh yeah， 宋歪歪。哇，好刺激哦！天啊！杀虫，这应该是算是杀虫吧？啊，第十只附身在我身上了，感觉是这些巨象的灵魂被释放之后寄宿在我的身体里面。我现在身上越来越多灵魂了啊，那种就是好多个人格这样子啊，那这样有16只巨象，我就有16个人格，是不是很猛啊？看，我有10个订阅了啊，巨象又要爆了，嘣，偏误啊！我们剩6只的，哎，好快哦！莫名其妙觉得好快啊，在3集就没了。下一个提示是什么？而且我被这么多灵魂附身，我好像也没有外观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的感觉。下个对手，遥望湖泊。摆脱束缚的守卫，持续让火焰燃烧。完全听不懂他想干嘛，他想说什么呢？我怎么会知道？算了，跟着宝剑走就对了。好吧，我们今天差不多要在这里结束了，做个结尾吧。我们大概在剩下3集或4集就结束啦。这个游戏真的还蛮好玩的啦，你们可以买来玩看看就对了。好吧，差不多今天先到这边啦。如果喜欢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《汪达与巨象》再见啦，拜拜。